我今天已向我们的中联所要求解散追会，而且他也是同意。我们解散追会是明天4月10号生效。刚才我有开最后一次的行政议会，提出这个建议，而且行政议会一致通过，明天解散州议会。州秘书将会致函给我们的宾州州议会的议长，明天将会解散。